垦丁国家公园开放了十个吊点，24克的微铁，撞撞撞撞！龙爷，今天呢来到垦丁，台胞所帮我们争取到能够在垦丁国家公园这边开放了十个吊点。我今天呢打算2-3个来试试看。先来到这个点很特别，要先穿过这个树林。其实政府的海保署这单位呢，有一直帮我们钓鱼的人争取一些福利，开放一些钓点、渔港、商港什么的。啊，我走到了，那我大家先在这边试试看，找一个好地方，没有什么好流水靠进来，那我先从这边开始好了，马上来试试看第一杆吧。决定加个尾钩，我在尾部加了一个三叉钩，刚刚好像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咬它，第一杆就被咬，感觉好有希望。我现在是1.5号的 PE 线配5号的前导。中中中中！我干！不行，啊，太累了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鱼影了。小狙击。钓到，钓到。爽！20、40、60公分的大呱呱，还好有起来，因为前面几乎都是礁石，看这边全都是礁石，那我们再听看看有没有别的鱼种。前导还好，没有什么磨到，然后同个铁板再试试看吧。24克的微铁。手指还有点酸啊，好不容易政府单位的海保署有开放这国家公园给我们钓鱼，但我们真的就是要好好保护这里的环境，不要弄脏弄臭，然后垃圾乱丢。套一句我们达哥 Campfire 说的话，期待的垃圾，如果可以期待的更多垃圾。我来这边钓了接近2个小时，那换另外一个场地去试试看，把我自己做到的垃圾捡干净。
干净的野场真的是要维持。其实这个点呢是可以开车进来，然后停在最尾端那边，然后再走出去就很快，但是我不太建议啦，因为最好是开四轮驱动的，然后不怕伤到车，然后底盘要高一点再开进来会比较好。那其实走出去也才应该也才200多公尺，如果骑机车的话就非常方便，你看路到底帮你敞开来了。那如果有来垦丁旅游的人可以租个机车，然后带个铝杆，像 HR 的 Skywalker， 那带几块铁板就好，垦丁就10个点给你钓，钓不完的。可以去那个海保署的官网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钓，他们都有写上坐标。那你看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那你看这边有地图，那把这张图截下来，然后找这些点去钓。对，大概可以看一下，我这边还有写上一些鱼种跟尺寸。像我刚刚钓的呱呱是有50公分以上，我刚钓的是60公分，所以就合格可以带走，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回去了。我等一下会去的点是这个，这两个点，大家去看看。那我现在是在这边，旁边就是白沙湾，就是你看那边就有白沙湾的沙滩在那边。然后这个就是垦丁的垦丁国家公园海域垂钓点的2号，来2号试试看。没有人呢，这应该有一条路可以走下去。哦，那边有人钓，也许这边也可以走下去。有个人踩在水中，哦，这里有路，从这边下去好。啊，那边应该就是1号点了，所以这算是同一排。好，那我们来组装，然后来丢几杆看看。今天就跑2个点，4号点跟2号点。那2号单抛上下来，我就觉得蛮容易挂底的，因为前面很多层，然后抽水表都只有清洗，大概是这样。有了有了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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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。谢谢。